再来看的是民进党昨天意外抛出不信任案，经过协商确定不排入议程，不过在野阵营相当不满，抗议在临时会不处理是违宪，而目前临时会已经开始正在审理攸关开放美牛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以决议召集临时会之特定事项违宪，规定不符，无法于本次临时会处理，现在休息。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朝野协商，民进党提出对城中内阁不信任案确定不排入议程，在野党立委立刻聚集议场内，拿出抗议布条，高喊违宪。民进党台联合亲民党等在野阵营也再度在议场门口召开临时记者会，表达强烈不满。我们也会在下周提起大法官。我们认为这是彻底违宪。国民党只要这样不敢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随时都会提出来的。今天不是，我们不是站在要故意让子东难看。我们是在站在国家整体未来怎么办？民进党团前一天突然提出不信任案，要求在这次临时会上处理，如今遭到否决。民进党团下周将提请大法官释宪，临时会停摆了一个上午，下午终于进入正式议程。联合影音林云李华轩台北报道。